이렇게 구워야 돼. 이렇게. 我们来买露营的用品，明天要准备去露营了。每次露营前都会在全年买一堆。怎样越来越熟练了，是不是？自己煮超贵，超级贵。对啊。可是露营就是要吃好一点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你这样一趟买下来，我为什么不叫外送就好？而且我们只能吃两三餐。对啊，然后又不能吃太久。对，看那个价格。我们只能吃两天哦。是还要买其他的东西，就是单纯之后那个。最近变很冷，所以我们露营决定也要吃火锅，继续吃火锅，每次都吃火锅。火锅最简单。你有开车吗？啊，有。这个等一下哦。好。超过3000就要钱。哦，好。谢谢，不小，好了，买好了，3360，超贵。自己煮本来就比较贵，除非你是就每天都煮，可能就会平均掉那个钱。可是我们就是为了两天一夜的露营煮，就会觉得超贵。因为你看我们其实没有买什么，它这样比起来，感觉去外面吃火锅蛮便宜的。因为你看这一盒肉就204，那你去外面的话，一个火锅全部加起来可能就260就 OK 了。可是我们一盒怎么会吃得饱？所以一定要买两盒，两盒就400了。然后还要买其他的菜，这个比较便宜，这样10几块耶，这样15块，很便宜。泡菜，这个我第一次吃，我在那个社团里面看到大家推荐黑罐，中家福黑罐。其实我都现在还没有吃到，就是真的在超市买到好吃的泡菜，就没有吃到那种餐厅的味道，就自己买的还是觉得少了一个什么味道。然后买水果，露营是我们唯一有在吃水果的时候，很认真在准备水果。对，比较认真，然后准备了水梨，等一下就可以切，然后放在那个我们的保鲜盒就可以带去吃。苹果，然后有买一些小点心，小点心就是随时饿就可以吃。对，明天我们要去苗栗，第一次去苗栗露营，苗栗国，出国的感觉。然后妈妈又买了2瓶小酒，是我的饮料。没有人陪她喝，有点孤单，因为我们这次要自己去露营，没有伴。不行，我真的不行。我说过我不喝了，上次真的是太痛苦了，上次不小心整个超醉。对，这先丢里面好了，等一下再那个。停车券，得体。然后买一罐大水。对，其实我们没有买到特别多，喂。二十，你帮我拿这个。二十，够够。
这家全联是我们家附近新开的，东西还蛮多的，然后就是新的全联都用得很漂亮，就装潢都是现在新的那种全联的装潢。又来逛过这一间，好逛吗？还不错啊，蛮整齐的啦。刚那个收银员感觉吃了炸药，因为很累吧，我觉得，因为只有一个人啊。对啊，他太忙了。太好了。然后我刚刚其实东西收到一半，我就不好意思收，我说算了，我等你结完我再收好了。对啊，因为刚刚真的人超多，就只有他一个人在收银。啊，我要那个停车费。啊。哎呦。装了新的车架之后，整个车子就旅行感超级重的，觉得又是一台新车，开起来都很过瘾，感觉很不一样，很新鲜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刚刚有去监理站变更了车子的行照，就加了这个行李架，这样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吧，然后付了450块的检查费，然后还有200块的那个换行照的钱，所以总共是650，然后一个小时这样。OK， 装上车。哎呦！哦 ，Go Go！ 我们车子真的可以装超多东西。对对。哎呦！然后这台是没有暖炉，也是这一次为了去露营，然后添购的设备。因为我们要去山上，然后现在最近都变得比较冷嘛，那带老婆小孩出门，小孩又这么小，所以一定要保暖要做好，所以决定还是要先买，不然他们去如果一次如果有不好的经验的话，我怕我之后就没有机会露营了，所以尽量都把它都用好，然后还有买的那个煤油。OK， Go Go。出花，是最后一站的。东西全部装不下，应该不会啦。上面你不要看它薄薄的，可是它应该还是可以装蛮多东西的。像我们的椅子那些都可以把它放里面。对，比较占体积的东西，比较长的，然后没有那么高的可以。那我们的睡衣不是睡衣，睡床垫放进去。床垫我觉得可以，可以试试看。可以吗？感觉很扁。可以试试看，可能刚刚好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它真的只有十几公分。对呀、啊，它其实蛮薄的，它是比较长型的。对，因为我跟他感觉要放软件。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说，我们就是买了新的设备。如果大家有追踪我们 IG 的话，就是我们终于入坑了。然后之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主频道看到我们开箱的影片。对，可能两个礼拜后吧，就跟大家分享。这么快、啊？算蛮快的吧。对啊，就跟大家分享我们买了所有露营的装备到底买了哪些。真的超多，我只能这么说，真的超多。可是露营就是你第一次会花很多钱，然后把所有设备买齐了之后，因为你也不可能说少一个那个先不买这个先不买那个，就是你装饰的可以不买，可是很多露营的东西是必备的，你又不可能不买，所以你就一定一开始会花很多钱。然后你后面的话就会跟饭店比起来就是相对的会少很多钱。因为你饭店住一次可能3000-4000块，可是你去营地就1000块，然后你装备已经有了，那所以你就露一次赚一次的感觉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露到他们满5岁为止。对，可是如果是真的后悔的话也还好，因为露营装备如果你是 买有品牌的话都蛮保值的。我看一下，而且今年二手价都算高。对，今年都很夯，所以其实那个流动率还算蛮高的，就是你会蛮好脱手的。了解、OK， 就这样，明天要去露营呢。好紧张哦，好冷哦，真的好怕他们两个。我们要去海拔800公尺的地方吗？这么高？算中高。有搜讯吗？不是高，有搜讯。有。有搜讯很重要。很重要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拜拜。